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巴黎卡拉吧。本节目由幸福楼大酒楼独家冠名播出，由艾美丽珠宝公司以及欧邦之拉举法国海鲜大酒楼联合赞助播出。巴黎卡拉吧是法国华侨华人共同的大舞台，只要你喜欢唱歌，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只要你认为你的歌声能打动你自己，那么就请一起到这个舞台，用你的歌声打动更多的人。有请今天的卡拉歌手肖建平先生。你好，肖大哥。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好，观众朋友们，今天要欣赏你美丽的歌声。在欣赏你的歌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采访录像。肖大哥你好，欢迎来到巴黎卡拉吧。我刚才看第一眼看到你啊，就觉得你特有气势，有那种老一辈歌唱家那种气势。您这个所从事的职业跟这个歌唱有关系吗？没有，但是呢，这个音乐这东西呢啊，不应该说是我从事什么职业跟它有关才去爱好它、去学它。我觉得这个与一个人的这个，本身的那种爱好跟那个音乐素质有关，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啊。那或者是说，你认为自己是除了爱好，还是有音乐这方面的素质或者一些天赋吧？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能证明这一点，就是说，跟我同样是年龄相仿的，也是知青啊，在当地一个学校的一个音乐老师的指导下。当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学那个风琴，那个很简单的风琴啊，脚踩的那种风琴。哎，对，就脚踩的那个很风琴，就对着每一个键读音，我比他就读得准啊。那个就不行啊，我认为这个就是你的那个音乐的一种固有素质，就是说你的那个音乐的那个音准开眼，有一种应该说有一种天分。所以我刚才我觉得有这么一点，我说刚才第一眼看到你觉得当然了，很有那种歌唱家的气势。这个呢，还有那个后天的那个努力很有关系。这个只能跟你为音乐就具备了那么一点点，加你后期的这个努力和那个不断的学习，向那些老师请教，这个很有关系。我应该说是那个时候，我1974年下放的，下放那个时候在农村嘛。啊，70年代，70年代上山下乡。对，那个时候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当知青嘛，那是没办法，你必须要去，不去那你就今后你就找不到工作。哎，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好，当时和我下放到农村以后，那个时候白天跟着农民伯伯，他们带领我们去那个，那个是种菜啊，种茶啊。种什么那些作物？那在这个去农村之前，就是说你在城市里生长是吧？对，我在城市生长。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有没有往音乐这方面发展，特意的去发展这？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小学的那个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音乐老师教了一些那个有关歌曲的课程以外，没有特殊的学习了。主要是我在农村，那个时候在农村闲着没事干，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学一点东西。那个我就看准了那个音乐这一块，反而给了你一个机会，对，往这方面学习。但是最终你还是没有走上音乐这条路，是有遗憾吗？没遗憾，因为为什么呢？一个人你学音乐，并不见得你就一定朝音乐这一块有什么造就。中国又有这么多的音乐家吗？我觉得音乐这东西不单纯是为那些音乐家而准备的，应该是对那为那些爱好音乐的人。所以对于你来讲，这音乐已经给你带来很大的精神上的乐趣了。那是的，可以这么说。你能给我们回忆回忆，就是说这个唱歌或者音乐这方面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一起分享一下。音乐这一件事，如果说你说最近的还是说以前的？先说以前的。以前的吧，啊，以前的话我在我们家在湖南一个娄底吧。湖南娄底。娄底，娄底那个时候举办那些什么，那个时候我应该说是30多岁到40岁之间嘛，这个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经常举行那些什么，那个卡拉 OK， 对不对？和那些纯粹性的那些什么，大型赛事啊，
卡拉 OK 比赛，歌咏比赛呀。九十年代了吧？应该。九十年代，而且呢，我又在我那个钢铁厂，我的单位在连元钢铁厂，钢铁厂我又是我们那个单位的那个合唱团的成员之一，我又是合唱队员。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是业余，但是还是给你带了很多成就感，是不是？成就感，对，尤其是我们单位得了一等奖以后啊，得了优胜奖以后，我现在感到特别的舒服。我毕竟这个虽然没有多少奖金啊，拿着这个奖状的话，荣誉证书的话，我觉得自己就有一种那个收获。没错没错，这非常难得，在一个人这个精神方面，这个钱买不到的东西。那么说最近呢，比如说有这个在法国以后，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最近的我来法国，应该说这一次我是第三次了啊。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为那个学联，我就为他们演出了一个节目，拿二胡。啊，二胡，你还有乐器？哎，对对对，我就为他们的二胡演出了一场叫什么呢？喜唱丰收。他们跟着那个把我的那个节目放在那个第一个节目开唱曲，后面那个有姑娘给我们伴舞啊，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就是说这个巴黎卡拉巴主要是唱歌，这个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欣赏你的二胡演奏。那么今天我们就只能先来欣赏你的歌声，好吧？啊，行，希望你给大家带来快乐。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录制现场，肖先生，你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带来那个夕阳红。最美夕阳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夕阳红。歌的歌名叫夕阳红。对对。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肖先生献给我们的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夕阳红这首歌由乔宇作词，张佩基作曲，童铁心演唱，现为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主题曲。此歌旋律深沉悠扬，歌词亲切温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开播于1993年10月11日。夕阳红栏目先进的运作机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准确的定位和高质量的节目播出，使得栏目拥有了忠实的固定观众群，长期保持较高的收视率和满意度，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优秀栏目。节目主持人陈志峰、黄威、张悦家喻户晓，深受观众喜爱。一曲《最美不过夕阳红》唱遍了大江南北，回荡在长城内外，表达了栏目对亿万老年观众的一片深情。夕阳红栏目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所有和老年人相关的社会群体为收视主体，以老年人的独特视角关照社会，以社会的不同视角关照老年人，反映的是老年人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老年人，突出平民意识，为更多数老年人服务，人文意识，把老年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待，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社会文化属性，注重时代性，紧跟时代，贴近社会主流生活，把老年生活放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中来关注。夕阳红节目形态始终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多样性。下面有请肖建平先生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夕阳红》。夕阳红，共夕阳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微妙的情，是陈年的酒，夕阳是知道的爱，夕阳是为了的情，多伤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是赤道的爱，夕阳是微妙的情，多伤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肖老师好有大腕的范儿，一曲《夕阳红》唱得如此深情，谢谢。啊，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未了的情。我听您唱歌，好想马上进入夕阳了。还是年轻人好啊，老年的时光其实。不过老年人的话呢，这《夕阳红》呢也就反映了我们老年人啊，这个多种多样的那个文娱生活啊，所以老年人。这个人虽老了，心态没老。但是，其实您自己本人也不是老，也包括我在内。对。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关于您的一些人生故事。这是在哪儿拍的？这个看不拿出来。我是跟我爱人一起，应该在瑞士吧？啊，在瑞士哈。在瑞士，我们在瑞士旅游的时候留下的这个照片，非常帅气哈。谈不上帅气吧，这家更帅，这张更帅，这个也是在夜市啊，哎对，这边上有一个外国妞哎，肖老师哎，你看 啊，你说这个我的很记忆犹新啊，这是我在应该在这那个巴黎一个大教堂叫什么那只啊，我真的忘记了啊，当时我是到那个教堂去看，但是我在教堂还没到教堂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姑娘。拉着他那个手，特别的吸引了我。到底是手风琴打动你，还是这个姑娘的美丽打动你？两者都有。两者都有，说老实话。啊，这一张是在一个火车道旁边。这个是在法国，我是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坐那个麦托，啊，法国的麦托。所以我这个法国的麦托那个地铁站我很感兴趣，所以就这么就拍了一张。啊，这是一个田园风光。这个是在河南，也是在柳郁金香。哎，郁金香，对对对，在那个花农的那个大片的那个花地，啊，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我也利用这个。美景呢，就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一张珍贵的照片。那刚才看的全是您在这个欧洲啊，这个是在国内表演的是吧？
不，这个也是在巴黎，在巴黎的一次表演。我是那个二胡，2014年的话是正好碰上那个法国那个学联他们的一次重建联欢晚会，当时我也在那里报了名，他们看中了我的那个二胡演奏，所以把我那个二胡演奏那个喜唱丰收这首二胡独奏曲搬上了舞台，而且是他们的那个开场曲，就这么样，非常棒。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采访录像里看到了你这个是年轻的时候，那个知识青年下乡上那时候，就是经常喜欢唱歌，然后学会很多乐器。对。那这个你，我记得你说过在里面这个谈到，那回站上舞台也是你的一个人生理想。那么今天来到华人卫视站在巴黎卡拉巴的舞台，这个算不算也是一次实现理想的一个表现呢？当然也算一次吧。我们何况又在那个异国他乡的。那我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的心情？心情非常的激动，也就是我能够在异国他乡，又是在那个华人电视台，对吧？展现我自己的特长嘛，也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而且我相信这个您的这个对音乐的爱好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乐趣啊。那个平时这个你喜欢唱歌，这个跟国内像刚才这首歌它原唱是谁唱的？原唱是杨洪基，但是廖承运也唱，也有很多人唱，很多人唱。那你平时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中国的哪位歌手或者说歌唱家？廖承运吧。廖承运、就是那个中国有名的那个男中音歌唱家。那你有学过他的一些歌吗？这歌的话应该是唱那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哼哼两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非常男中音，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廖昌永，就是他吧，廖昌永。对。那我们现在来问你几个关于廖昌永的问题，请周老师把这个问题拿上来。应该是很熟悉的，好，肖老师请准备哈。第一个问题，请问以下哪一首歌不是廖昌永的歌曲作品？ A 我和我的祖国， B 共筑中国梦， C 相思河畔， D 以上三首都是。全是啊，都是都是，你都挺熟悉的。对，都是。好，第二个问题，请问廖昌永参加过以下哪个电视节目？在那个参加过演出吧。这里有四个答案 ：A. 艺术人生 ，B. 百家讲坛 ，C. 音乐人生 ，D. 华人世界。音乐人生。音乐人生。对。是哪个电视台的节目啊？那我都这一下我就没办法给他想了，想不起来。但是我倒是想起来，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华人卫视总裁陈世民先生去北京中央电视台领取中华之光奖的时候，那现场就是廖昌永唱了一首《中华之光》的主题曲，但是跟这个题目是没有关系。好，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是哪个电视台的节目。好，第三个问题，请问廖昌永是哪里人？不是你老乡吗？是湖南人。对。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四川。你确定他是四川人？确实。不是河北的，不是陕西的，不是北京的，不是河北。那我再问多一句啊，四川哪里的？四川这个小地名我就小地名太小了，小地方出了一个大明星是吧？对，一般的你像那个做那个这名人的简介上面，也就是说到他的省份，就是省份也就了了，
它是什么地方的人一般是说的很少，你要我记这方面我肯定记不上来啦。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这个记住这个四川对他也是有所了解了。那您当初在国内年轻的时候，我记得你说过这个上山下乡的时候离四川近吗？很远啊。不是在四川哈、啊、不是在四川，我们在湖南，我本身就是湖南人 啊你本身湖南，然后也是在从城市到湖南的一个乡下。对对，只是我们在城市到乡下，那个时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吧，上山下乡嘛，我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知青队伍里的一员。那借今天这个机会啊，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当时那一段经历，在你人生当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什么值得特别，就是说值得你记忆的事情有没有？记忆的事情应该说是怎么呢？那个时候我下放以后，因为什么都不会，到农村嘛。有发生过美丽的爱情故事吗？那倒还没有。但是我在那里接受农民伯伯的那种，当时说是就叫我再教育吧，接受农民伯伯的再教育。当然，所以说这教育的话，我当时在农村学会了什么呢？这个搞双桥啊，收稻子啊，插秧啊。这个茶地里去种西瓜种花生啊，这个之类的活，如果说我不是下放的话，我这个方面的知识我就学不到了。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烙印给你人生多添了一分这个经历、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是下放在农村，白天跟着农民伯伯下地干活，干了活以后回家就什么都没事做了，很苦吧？是很苦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在那里就学会了唱歌啊，对音乐就开始有兴趣了，唱歌啊，学会了二胡啊，我还会吹笛子啊，都是在那个时候，主要是那个时候学会的。都是在那个时代，因为那个年代的话有的是时间，你只要肯学，就是这个原因。顺便再问一句、这个、那个时候有没有学会做饭烧菜？那个时候烧菜是我们集体下饭，都是有厨房有食堂。你也做吗？在那个时候我也做。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有几道菜，看看你做过没有。来，牛肉，有牛肉，有猪肉，排骨。那个很你比较拿手的是哪道菜？我尖椒肉丝。尖椒肉丝，对，湖南人吃辣的。对，还有一个红烧排骨吧。红烧排骨，对，有点看不干扁牛肉是辣的吧。干扁牛肉，但是那个我觉得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菜吧，红烧排骨。这湖南人喜欢吃红烧排骨吗？对，这个应该是因为湖南人都比较吃辣的比较多是吧。我们在排骨里面加上辣粉不就来了吗？啊，就是毛主席吃的红烧肉，他是湖南人。对，他那红烧肉是辣的吗？对，还加点辣粉不就来了吗？啊，那肯定是比我们这个江浙一带的人吃的红烧排骨更有味道，更有劲哈。对，好，非常感谢你肖老师。好，谢谢。感谢您收看这期的巴黎卡拉巴，我们期待您的一起共同参与。再次感谢幸福楼大酒楼的独家冠名播出，以及艾美丽珠宝公司和欧邦之拉举法国海鲜大酒楼的联合赞助播出。下次节目再见。又从容，夕阳是满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